大法师传真我收到了，你们提了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忏悔业障就要想，说不想就无法忏悔，请问如何忏悔？这个是这个问题有问题啊，问题的本身有问题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造作是三业的造作，有言语的造作，譬如我们毁谤别人、侮辱别人，有言语的造作。这造业，那杀生呢？我们身体的造作，可是起心动念呢，是意地的造作。如果我们造作很多这个罪业，或者是过去的，或者是现前的，我们求忏悔。这一般人往往在佛菩萨面前叫发怒忏悔，把我所造的这个错误过失说出来，求佛菩萨原谅。这种忏悔法是业障永远忏不尽的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曾经就忏悔这个问题，向张家大师请教。他老人家告诉我，这个忏悔真正的意义是后不再造。你过去已经做错了，知道错误了，从今以后啊，不再有重复的错误，这叫忏悔。而且告诉我了，忏悔并不着重在形式，形式还是属于教学表演，给初学的人看，表演给不知道忏悔的人看，让他们看了有所感动，发心来模仿来学习。所以那种忏悔法呢，是度化众生的，是利他的，自利的忏悔，后不再造。记住这个原则。实际上跟孔老夫子所讲的不二过意思完全相同。夫子教导学生，过失只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。这个意思，同样的过失不会有第二次，这个叫真正忏悔。因此我们明白了，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过失再回忆一遍，岂不是又造作一次吗？常常回忆，常常在重复造，这个罪业怎么会忏除得干净呢？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佛在经上讲这个意趣啊，我们能体会到。如理如教的修行呢，就是忏悔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于大道的念佛往生，哪一法不是真正忏悔呢？从今而后啊，我们一心只念阿弥陀佛，只想阿弥陀佛，其他东西都不想了。不想，当然你就不会做了吧。所以天天念弥陀，就天天真忏悔呀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过去所做的一切善、一切恶，都没思量。
都不要去想它。现在我们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也不要去想它。这叫三轮体空啊。这样叫一心成念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叫做相应。我们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啊，这叫相应啊。这个是自力的忏悔，确实能除自己的业障啊，业障就是妄想习气啊。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说，念佛很久，往生没有把握，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。请问怎样才知道自己有把握往生？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往生有没有把握，并不是预知实质。佛在经上告诉我，祖师大德也常常教导我们，往生有没有把握呢？你像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就讲得很好，这个问题啊，决定在信愿之有，品位高下决定在念佛功夫的前身。这个话说得好啊。欧耶大师再来人呐、啊！你看印光法师啊，印光法师我们知道他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他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，他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个赞叹到顶点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欧耶大师是什么人再来的？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了，那一定是观世音菩萨，才值得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呢。他的话就是佛的话。这就肯定告诉我们，我们有深信切愿，这个人决定往生。深信切愿在哪里表现呢？这个世间决定不染着了，你才真信真愿呢。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贪爱，还有留念，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能取得了呢？所以古大德教给我们这个法门的修学叫信厌二门。厌是厌弃、厌离娑婆世界。心是希望、欢喜、求生净土。把求生净土、清净弥陀当作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，除这桩大事之外，其余都是小事，微不足道啊。我劝导同修变一个说法，跟古人的不一样啊，你们去想想有没有道理啊。我的说法，我们把无量寿经彻底去做到啊。昨天
晚上我讲经讲到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我说到了。我们学佛，讲到相应，什么叫相应？必须具足信、解、行、证，这才叫相应。这四个字当中少一个字，都不是相应。所以你相应呢，这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我们要相信佛的教诲呀，要理解教诲当中的道理呀，要知道怎样修行。在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真正得到利益了，那就是真。在现前，我们所得到的烦恼、妄想、杂念减少了，心地清净，智慧增长了，这是真啊，浅证啊。功夫纯熟了，晓得什么时候往生。功夫好的，两三年前就知道啊。我见过，我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看到六祖大师嘱咐他的学生去替他预备后事，那是一年前呢。你看，他就知道。我在台北，台中同修来告诉我，李炳南老居士在讲经的时候告诉大家，他再讲两年就不讲了。那边同学听到这个话来问我，老师讲这个话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他，老师住世间就是为讲经说法而来的。他说他讲两年不讲了，意思就是说两年以后啊，他就往生了。果然没错，是两年。所以我知道他那一年要走。这是什么功夫纯熟的人，你看看一两年前自己就知道了。一般人预知时至，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一个月到三个月。这种情形我们看到太多了。他在往生前两三个月就拜访他的朋友，看看他的亲戚，见最后一次面。往年台北念游念佛团李继华老居士往生就是两个月之前知道的。所以这讲功夫啊，纯熟比较晚。所以我的说法是，你能够把无量寿经做到百分之百，全做到了，经的意思你都理解了，都懂，你都做，统统做到了，你决定是上品上生。你说我能做到90%，还有10%做不到，不错，你可以往生，你往生的品位啊，上品众生。那么你做到80%，你上品下生，这样子
慢慢的递减，减到你只能做到20%，80%我做不到，我可以做到20%，你也能下贫下僧。如果说20%都做不到，那你往生就没有把握了。我这个讲法，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？所以今天我们往生没有把握，我跟大家说一句老实话，听经太少了，听经好重要啊！啊，听经要不重要，世尊当年在世，为什么49年天天不断在讲啊？啊，这个就是熏习。我们不听经，就被烦恼熏习，被妄想熏习。一天听2小时不够啊！世尊当年在世说法了，一天是8小时啊。经上告诉我们20讲经啊，古印度20是现在的8小时。印度那个时候对于这个时间的时辰啊，他们的说法是昼三时夜三时啊，白天3个时辰啊，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夜晚3个时辰啊，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，所以是60啊。20讲经呢，我们现在把一昼夜分作24时，24个单位，他们是6个单位，所以他们1时等于我们4小时，每一天8小时听经，所以他才有成就。我们今天不听经，不听经就打妄想，不听经就造业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明白。那么现在我们想听经怎么办呢？谁给我们讲呢？讲经的人少了，那我们没有这个修学环境，没有人给我们讲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的语言比古人殊胜，我们利用科学的高科技这些机器，我们利用录像带，利用录音带反复地来听，一天听8个小时，把你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通通听掉，你清净心就现前，清净心现前就有感应了，你怎么会没有把握？一定要多听经啊。第三个问题，问如何在忙碌的环境当中增加定力。这个问题必须要看破，要放下，要了解我们在世间生命是非常短促啊，世间确实是浊恶之极。佛在经上讲无浊恶世啊，你能够看到浊恶，你对这个世间就没有留念了。工作再繁忙，心地依旧清净，这就是定力。工作忙是我们身体在劳碌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
这正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功夫所在之处啊！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学习的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如何对恶人生起慈悲心？这个问题必须要有高度智慧的观察。恶人造作种种恶业，一种是直接对我自己来的，我自己深受其害；另外一种不是对我自己来的，但是社会大众受他的灾害。我们也是社会大众之一啊，当然我们间接也是受害者啊。他为什么会造这个恶业？因缘很复杂。他对修行人来讲是善知识啊。什么叫善知识呢？逆缘里面的善知识，逆境里面的善知识，使我们对这个世间呢不留念了啊，这个世间呢不好玩了，我们赶快走啊。他常常提醒我们，岂不是善知识啊。孔老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这三个人是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啊，一个是自己，这三人。善人是我的老师，他的好处善行我要学习他。恶人是我的老师，他的这些恶行我常常反省，我有没有，我要有赶紧改过自新。所以一个是从正面来教导我们，一个是从负面来教导我们。你要能这样想，你的慈悲心就生起来了。你对于一切恶人不但生慈悲心，生恭敬心，知道他对我的利益很大，他为我做出重大的牺牲，乃至于堕落阿鼻地狱。他愿意堕阿鼻地狱，把我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叫我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贪念，他是我的大恩人啊。你慈悲心怎么会生不起来呢？所以我们遇到恶人，纵然是直接对准我们来伤害我们的，我们也很感激啊。记住《金刚经》上的人如仙人啊，他所遭受的各界身体那一种大苦难，他没有一点嗔恨心，而且生大慈悲心，说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是我最大的恩人啊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成就啊，因为你对我这种行为成就我忍辱波罗蜜。忍辱波罗蜜在整个佛法修学上是重要的关键啊，因为你有忍辱，你才能得禅定，你得禅定才能开智慧，智慧开了才能圆满解决一切问题啊，所以圆成佛道啊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啊，世间恶人对我们的贡献太大太大了啊，他们付出重大的代价了，不惜无量劫堕落地狱受苦，提醒我啊，把我们这个大浪潮把我们推上一层啊。所以佛菩萨眼睛里头没有敌对的人啊，佛菩萨没有，儒家也没有啊。啊，儒家讲的仁者无敌，那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他一生当中决定没有冤家对头啊，他没有敌人的，他只有爱心啊。佛家讲一片慈悲也，
这个慈悲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啊，是高度智慧觉悟的，绝不是迷惑。啊，这样子，你的慈悲心自然就生起来了。啊，你对于一切众生，自然就生尊重心了。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礼敬祝福，你就能圆满的做到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